早上做了一个梦啊，前面呢忘了，好像出门啊、出门，出门，然后肚子饿了啊，肚子饿了，然后呢到了那个一个叫朗布纳比奇那边，到了那个地方，可能是好像吃饭还还什么事情，今天要出门啊，今天要出门，时间。可能比较长，要讨论一些事情，比较长，中间还要，还吃完饭还到，还得回原地继续，探讨，继续探讨，后续事情怎么做啊？对方呢，中午的时候呢，他要去接一下自己的小孩，在外面，画画什么之类的。这段时间呢，我们就出去吃饭啊。他呢接小孩去了，我们自己吃饭，吃完饭以后呢，下午，继续啊，就是梦里告诉我今天的规划是这样啊，好，那明白了啊，好，知道了，哎，再见，哎，再见，嗯，再见。